出手没有，没有偷跑吧？哎，前面有机会了，杨哲一给球给到林志杰，中华队终于开招。决定给球投了，三分外线，林志杰三分球进了。这场比赛中华队的第一个三分球，我们打五比零，他们打五比零啊。三分外线再一个，在第二节的中华队拉开了整个单打，林志杰在左边晃一下。再给球给小球进来做假动作，好球，晃开了和孙振，吴岱豪再拿两分，助攻了，66-48，林志杰在底线拿球，哦，终于有了，同样表现好，大概就是有陈新安，林志杰和杨哲一，一样午饭，哈哈哈，太细哈，一个来回而已哈。两罚，第一球罚进，拉开，林志杰准备要单打，进算加罚。